犬用的菲雷米酿全都是它的 prime 级别，就是最高的级别。嗯，但是我们同时呢，价钱又是非常实惠。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呢，你看我坐在这么一个舒适高雅的旅店的大厅里头，要跟朋友们特别介绍一位，目前呢刚刚在赌城 Las Vegas 开了一家赌场，他的 VP of of marketing Jordan。 Jordan 你好。哎，你好，你好，大家好。哇哦 Hello 哇，从这儿你就知道这个 Jordan 呢，首先呢他对我们华人包括中国话他会说，我听说你有个中国名字，是叫什么？我叫喜哥。喜哥就是那个喜欢的喜，哥哥的哥。为什么叫喜哥？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姓，我英文的名字就是 Seeger 啊，所以 Seeger 跟喜哥叫实在很像。第二个就是我听到这个喜哥，我听到这个意思就很喜欢啊，所以两个一起就算应该要叫我自己我的外号就是喜哥，大家都现在就叫我喜哥。对，我现在发现好像有哥都红，像胡哥有个喜哥，胡哥当然是跟着你走的，所以现在胡哥在中国大陆是火红啊，就是因为喜哥的关系。你为什么会讲中文？我之前就在台湾，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学到中文，那个时候我都是每天都在学习啊，训练跟大家一起沟通，就开始学到中文。后来我就很喜欢这个语言，而且这个文化都非常喜欢，我也很喜欢中国，所以后来我也还有去中国，也有继续学到，回来美国的时候，读大学我也还有继续学习，这十年以后，我都是跟亚洲的公司都是在工作，所以继续学习啊，继续训练我的中文化。难怪你有一点点台湾腔。对，我口音有一点台湾的样子啊。那喜哥我想问你啊，你是 director of marketing 啊， VP of the marketing 是喜哥呢他是 VP of marketing 啊。我想请问一下啊，你们现在这个威龙啊，我们从你的设计，从他整个他营业的这个方针，可以说是针对亚洲这个方向，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子一个想法？本来是说你来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很多亚洲人都会来这边玩，会赌，会吃东西啊。但是所有的赌场一个都没有是正宗亚洲的样子。So 我们的 owners 他们看到这个考验这个问题，他就是说想要从没有什么事情改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赌场，这个赌场特别是为了亚洲人，所以我们的赌场这个威龙赌场度假村，是我们所有的食物菜都是中国的样子，也有亚洲，有越南的，有韩国、泰国的都有啊，但是都是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是，我们人口，我们这边的员工大部分都是会说中文的。我们你可以你看你进去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所有的我们的 signs 都是中文，先是中文，以后才是英文，全部这个地方都是改了，从底到这个非常漂亮的赌场，都是特别是为了亚洲，可以感觉很舒服啊，而且吃得好，人好，赌博也好啊，都是赌博。我们的赌场也是大部分都是亚洲的喜欢的，对亚洲喜欢的，是是是，一点都没有错啊。那么从这我们也知道，首先从名字，中国人喜欢龙，对，威龙。很 lucky 啊，很 lucky， 龙腾运气，尽在威龙啊！而且我发现你们赌场里面有五条龙，有五只龙，就是整个标志，所以可以说散布整个的赌场。包括这边来啊，你不会讲英文没关系，你应该会看中文。你找不到地方没关系，只要看中文你就知道怎么找。所以到这边来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就像回到自己家里头，而且非常的精致啊。Yes， 我可以看你从你的布置开始，墙上这些画。哇，这些画每一幅画，你看从拉比的画到你的餐厅里头，珍珠柜里头的墙壁上画非常的漂亮。Yeah. 那画是谁画的？那壁纸？是不同人，有很多人都有画，有一些是中国过来的。那墙上的壁纸呢？
在这针织卫。嗯，对，针织卫。那个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跟我的 marketing 的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讨论我们要画什么。啊，他画的？对啊，不是壁纸啊？不是，是画的。哇哦，看着像壁纸一样那么的精致，原来是画的。对，他画的，他自己画的。美国人是。哇哦，这是对。哇，这是天才啊！对，而且确实啊，如果朋友们去那边，我觉得都可以当成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一个这个游览的圣地去看的。哇，像敦煌壁画一样啊， yeah, 非常漂亮、啊，非常的漂亮。还有你的卧室的画也很好看。Yes， 包括这种色彩，我觉得色彩就是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嗯，什么颜色？红色。红色，所以你看从椅子上。或是金色。对，金色也好。对，这也好也好，所以这卧房它更舒服。对不对？ Yeah. 就算今天有一点手气不顺，你回卧房也会开心，因为你看卧房里头就是红色、金色、白色跟黑色这五个颜色配起来超级高贵、超级漂亮，而且超级舒服啊！ Yeah. 真的是，您餐厅也非常有特色，虽然并不是很大。首先我们讲它的夜市来讲哈，就龙象。龙象，对。而这个让大家随时可以吃到好吃的。Yes， 啊哈，这边有最多可以选择的，所以那边你可以去，你可以吃什么什么炒饭，或是什么炒面，你可以吃海鲜。现场热面，热汤汤的面也有啊，汤面。粉那个越南的那个粉都有，那个韩国的 barbecue 也有，什么都有，那边好多选择，也都好吃啊。对，哇 ，Hello， 谢谢你。You say Chinese？ I do not.But you can say share, right? I can say share. Yeah, look at that. Oh, yeah, 看到没有? 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Portuguese, Spanish. Multiple language. Both language. Smell it. Mmm. Wow. 很香很香，这是什么？乌龙。乌龙啊，这就是乌龙啊，哈，这是哪一种乌龙？我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要问那个 Joe。我们可以问那个 Joe 啊。Joe，Hi Joe， 就是他们的 beverage director， right？ Yeah， yeah， yeah。Joe。Joe。Good to see you。Thank you。乌龙。Yes。From武夷山。啊，武夷山的。黄观音。黄观音啊。哇哦，名字黑观音啊？为什么是黄观音？名字黑的。No, I say it's black, not yellow. Why is it called 黄观音? That means yellow goddess of mercy. Yellow goddess of mercy. 哦、oh, ，真的是，我觉得啊，非常非常中国。但是是黑色。对。哎，真的，一切都配合这个整个威龙他们的颜色啊。这个黄观音的这个乌龙，这个 this could be the top, right? 啊、哈。哦，本来红袍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有名，但是就这个世界品茶专家他说他更喜欢这个味道，更喜欢它的个性啊，更喜欢它特色。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你来试试看。或者懂茶的朋友，大家已经知道这是好茶，绝对是最棒的茶。今天也让我们来尝尝。所以他们准备这个茶的时候，所以很特别，因为你们都知道，你不可以就是随便做茶。你要特别做，所以他准备的时候，每一个茶都有不同的时间，你可以准备。所以他会一直看多少。准备好了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所以第一次你要发过去，第二次你就会开始算那个多少时间需要才可以喝。哦，要算时间哈。对，第一泡茶他们要倒掉的，是不喝的。味道又改变了，更香了，我觉得，是不是？真的。几个你会泡茶吗？我不会。那他们怎么会呢？没有那么厉害。这个 Joe 就是训练他们。So where did you learn? Lifetime, I'm still a student. Lifelong student. Your wife is Chinese? No. No? Lots of Chinese friends. Oh, okay. Someday I will have a Chinese wife. Okay, let's pray. How important is the process to preparing the tea? Very important. What we're doing right now, we're preparing the leaves so we have a perfect.The first infusion we throw out. In China, they say the first infusion is for your enemies. So we throw the first one out, we prime all the equipment, opposite the Taiwan. The pitcher itself, we go through several quick infusions. This
will start to bleed after the eighth a little bit. And the flavor also. Yeah, very rich, earthy on the nose also. Yeah. So what's the proper way to drink the tea? There is no like this or like this? No. In the Japanese ceremony, it's a little bit more disciplined. In the Chinese doctor service, it's really about pairing the tea for perfect brewing and perfect drinking. Yes.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tea.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emperature, different amount of grams of tea, how long you steep for. That's the real reason China does it. Every cup is perfect. Try the tea.所以更重要就是准备，不是你这么喝，喝对对对，是准备是最重要的。对，看前面这个整个的流程啊，大家就知道花很多功夫。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茶？待会儿我们引下去，原因就是前面这个准备充足啊。你看，不管是它温度、它的时间，跟它第一趟、第二趟、第三道泡的这些茶。第一趟你不要喝，对，不能喝的。第一趟是你要给你的。我不知道 enemies 怎么说啊，第一场就是要给他们啊，自己留第两场，第二场到第二十场都可以喝。好，好吧，我们喝。好，我们来喝。You said temperature is a part of, so you put some temperatur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ea.How about this? Could be anywhere from Fahrenheit 160 to about 185, you know, 75, let's say 85 to 90 Celsius. Whereas the oolongs like this are 400 Celsius. 400? Wow. One full. Full 100. Oh, okay. 212 Fahrenheit. Yeah, I can tell this is a lot warmer. It's warmer. It's on the nose. It's forest, quarry, earthy.Mushroomy on the nose. A lot of people think of the forest floor, they think where this comes from. Wuyishan, the northern part of Fujian. It smells exactly like it would be if you're walking through the forest there. Wow. 真的很好喝。哇，真的很棒！我觉得到这边来，对，我觉得真的神清气爽啊！我觉得到这边来真是各种方面的享受，哇，真的很棒！而且都有 expert 很多专家在旁边伺候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所以来这边绝对划算，绝对开心，绝对会满意。Thank you, Joe. Thank you. Enjoy the rest of the day. Thank you. Thank you.开心是不是？而且年年都漂漂亮亮的。哇，就像这饮料一样。哇，看起来好美哦！那喝起来一定更棒喽。你好像是草莓的，我是草莓的，我的是柠檬的，柠檬里面还有 pears， 还有梨子，是不是？哇哦，喝喝看。哎，还有气泡的耶！还有气泡，好好喝哦。是液体。嗯，好好喝哦。完全是水果的这种饮料。嗯，这么漂亮、这么好喝的饮料呢，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应当知道。在咱们洛杉矶啊，可能啊，就唯一的这一家华人餐厅里头才会样样都具备。对，从它的庭园到它的餐厅的设备布置设计，嗯，跟它的家具、跟它的摆盘，包括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进来就不敢相信他们两个就是老板跟老板。对啊，因为通常老板应该都有一个年纪吧，哦，才会事业有成。他们很年轻哦。是不是？对哦，啊，就像尼哥一样，是吗？尼哥跟黄妹也是啊，代表啦。没错，今天完全跟我们搭配长安茶老板 Nick 跟老板娘啊，我觉得老板娘这个名字我都讲不出来，娘娘啊，这老太不合适了。对，谢谢谢谢。Ming 啊，叫做 Minda， 你看我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你真的撑住撑住好不好？一定要撑住。嗯，你看真的。怪哈，你看他们的菜就跟他们一样，对，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有年轻的一个形态跟思想，就会做出特别的菜色来。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长安，长安其实在咱们区里面非常的有名，而且有一阵子的时间了。可是呢，跟他们两个念书是一样，精益求精，对，晚上还要加工，就是研究这些菜怎么样能做好，对不对？所以摆出来都是米其林的感觉哦，一点没错，米其林的烧烤。以前烧烤就有很多种了，今天特别要跟朋友们介绍它两种新口味的烧烤，是不是？在整个洛杉矶还是绝对没有，你绝对插
尝不到的。是，首先这是什么？每个人都说好啊，这个东西好美哦。这道菜叫香煎鹅肝，是我们香煎鹅肝。对，首先在华人区能吃到鹅肝的地方不多，尤其中餐厅。然后我们就引进了这个鹅肝，加入一些中式的元素。嗯，但是摆盘呢还是尽量精益求精，走的是西式的路线，但口味法式的感觉，但口味是对。然后如果你切开来，它里面是非常鲜嫩的 ，juicy。对，可以看到。一般来讲，鹅肝呢、啊，因为鹅肝美国人、欧美人是最爱的、最高级、最高档的。华人懂得吃，也都知道是鹅肝，对是不是？对，没错。因为鹅肝它脂肪含量比较高，所以你吃的时候会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很软这样。对，然后配合我们这个吐司在一起，是口感非常好。等一下可以试一下，一定要现在就来吧，快呀、切了，这是营养成分呢。对，这是我们长安一道名菜，也是很多客人都是来的必点，有很多那个名人吃过以后都是赞誉有加。名人是谁呢？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因为我们有一些像张纪中导演啊，或者是明星孟非老师啊，都有大陆比较有名的明星或者是名人都有来过，还有著名企业家什么的。对，所以欢迎尹老师跟你们尝一下。好，所以我们这边长安是星光云集啊。对，大家，我觉得是闻香会吧，对不对？大家都了解好才会来，而且大家看到都是一些名人。要跟吐司吗？下面的是不是？对，如果跟吐司会去那个去它的那个腻，对，一定要一起吃吗？最好是一起吃，最好一起吃。嗯，对。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跟各位示范怎么样来吃啊，牛肝，怎么样来选择最高级最好吃的牛肝就。牛肝加鹅肝，对，是因为我没发出来，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还没吃到嘴里。等我吃完嘴里头，我再告诉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最棒。来吧，来吧。哎，这个吐司的话，你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吐司很 Q 哦。吐司是我们自己经过我们烧烤师傅一样，他会要去烘焙一下，然后再用我们特殊的。橄榄油去煎一下，橄榄油，对，所以还不是生的就上哦，而且不是牛油，是橄榄油，橄榄油是最比较健康的，所以我们就我觉得对不起啊，我还是用手好，因为我觉得用手是橄榄油嘛，万一手上还可以擦脸上，赶快尝尝吧，好看看啊。你知道吗？那个鹅肝是软的，那个面包是 Q 的，两个搭配在一起是绝配。好香哦，真的很好。哇，真的是很好。没有话讲的，真的没有话讲。谢谢。每个人必点，对，很多人来都必点，因为真的。我们这边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口号就是只讲究不将就嘛，因为所以我们想把每道菜都做得尽善尽美，就。从摆盘从口味上都是，但是我们同时也是会match 这边大家的消费能力，所以我们在价钱上也是比真正就是去可能去 LA 一些真的米其林餐厅去吃鹅肝要实惠的很多，就是高贵而不贵啊。对，对，那个以鹅肝来讲啊，明达你们怎么选择鹅肝，在哪儿进口？因为鹅肝我觉得既然是这么嫩的话，一定要很新鲜。是不是？对，一定要很高档，因为我相信一定所有的肉类也好，肝类也好，尤其是肝，对不对？这个要求一定很高。没错，那这些鹅肝呢，我们都是直接从法国进口的，我们是跟一个在这边的法国的进出口公司直接进的。然后鹅肝分成很多个级别 ，A 级、B 级和 C 级，以及它的 cutting 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选的当然是最好的那一种鹅肝，然后娇小玲珑的哈，比较适合 cutting， 你知道吗？对，适合我们中国人身材，因为太大也会很腻啊。对，而且这个真的是味道。我吃过这么多鹅肝了，真的是我最喜欢的。谢谢。因为像 A 级的鹅肝，它就会比较形状比较规整，只要每一片切下来就行。然后其他地方的鹅肝，可能你去别的餐厅或其他的地方吃，它会是那种偏圆形或者是碎的。哦，真的对。如果是 C 级的，就是那样的出品。C
所以学到了，还有 A B C 级耶。对，有些第一级就是鹅肝酱，打到一堆。对，然后里面还可能有时候还加了别的酱哦，别的肝都不一定。对对，没错。好吃，这扎扎实实一块牛肝，你看，而且非常鹅肝呐、啊。来来来，我还是要再尝一个，嗯。还有吗？还有，我这边还有，我真迫不及待。这个已经完全在我这边了。而且老板的摆盘哦，是都是可以吃的。对，不是说像那种夹花那些的。这个摆盘也是特别学过的吗？对，因为摆盘都是因为我本身是学学艺术的，然后我们两个平时也都会去研究一些，所以根据我们师傅的，当然我们师傅烹饪技术是第一位哈，是非常高超，然后我们在一起去沟通这个摆盘的情况，最后就是经过长时间探索，最后就是这一年时间里我们定下来几道我们的招牌菜。对，相对在摆盘上，所有东西都比较成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吃东西不单单只是吃它一个味道，对不对？那么色也很重要，色香味俱全。还有就是价钱，一般来讲，大家都有时候有这么认为，这么高档的一个餐厅，价钱是一定会很贵，对呀，驻足不敢进来。你们有些什么特别让优惠一些小老百姓听的？那首先我们本身的价格呢，就是已经走的是，中位的价位，然后呢，药铺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只有两个钱，对，然后我们其实还有更实惠的活动在推，就是我们中午会有一个午餐的套餐，就是搭配我们这些名菜，然后就是放在一个盘子里，加上一些配菜，也是很好看的出品，然后一道菜可能只有6-7块。这样就是为了方便给上班族，对，方便上班族也可以尝到我们的这个特色菜手艺，哇，太好了，真的是。这个套餐已经推出了，这是一个新的产品，然后我们一共推出了7道不同的套餐，然后推出了一个礼拜，客人非常非常满意，因为大家都觉得首先一是很快，而且价钱很实惠，同时呢，我一个人来，我吃一盘，我不用点2道菜了，我的蔬菜、米饭和肉类，如果不喜欢吃肉的朋友有豆腐类的全都有了，什么都有了，非常方便，非常便宜，荷包又不会失血，对呀，多好！最受欢迎的是，现在为止我想最受欢迎的应该是我们的红烧肉，秘制红烧肉套餐。秘制红烧套餐，对，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对，当然了，因为我旁边看着这个吓死人的一个东西，烧烤，对，这烧烤吗？算是烧烤吗？对，没错，哪有那么大的烧烤啊？其实最近这一年多来说，在附近也开了很多家烧烤公司、烧烤店，然后竞争其实是挺激烈的。然后，但我们的这个烧烤呢，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是16寸的巨串，就因为来我们这边其实办 party 或者是生日宴会的人比较多，那我们用这个巨串呢，就比较方便大家去吃，特色哦。对，而且我们如果很远，我这样给你就拿到了。对，我们的服务生也可以帮你分。对，他会过来询问说，如果需要分的话，他会分到这个盘子上，大家夹起来就会比较容易。那我们请那个曾师傅来帮我们分一下。好，太好了，师傅。来，一般来讲，这个你们这牛肉是什么？我们牛肉是精选的这个菲力米昂的牛肉最爱了，是 USDA 认证的 Prime 级别的。那 USDA 呢，这个认证公司机构它一共有3个等级的认证，就是 Prime、Choice 和 Select。然后我们所有选用的菲力米昂全都是它的 Prime 级别，就是最高的级别。